Hello， 导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们的皇室战争了，好不好？那最近的话，基本上啊，我们是用了观众推荐的这个熔岩猎犬的组合哦，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就再来打一次，因为目前来说啊，我们这个哥布林的这个外送挑战，我们只剩下一场败场了，就看一下究竟能不能再继续苟住哦。先来一个练习赛打一下。那有观众跟我们讲说，就是尽量就是那个骷髅的那个王啊，骷髅王的话，基本上他的那个。技能的话，尽量是要它上面的那个条累积到就是一半的时候再去弄，会比较好一点点的样子哦。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到时候我们等一下就来试试看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卖这种感觉哦。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一个双龙初级，不是双龙啊，一个是狗球啊，一个是那个猎，一个是狗啊。好，那我们就直接左路狗狗初级，先放个墓碑。骷髅王，哦，我们的狗狗进去了，狗狗进去应该蛮爽的，至少要打个几下。我们这边好像也没有很赚的，我们这边好像真的没有很赚的，各位，你们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很赚。完了完了，他的 Hebe 直接被剁烂了。哇，这个人这个安排很好呢，要了个修，我要重新 来思考一下该怎么办了。因为狗球刚刚那个地方是真的做得不错，但是我的这个不该那个就是用那个什么来守公主，我觉得比较偏麻烦，先这样走起。不行欸，他现在一直在搞我这边欸，我这边有点惨欸，完了，我还没射到他的那个塔欸，哭了。没事没事，好啊，那你搞那边我搞这边啊，就这么简单啊，好不好？你搞那边我搞这边啊，有什么问题？一半了没？狼的龟，不行欸，我觉得他好猛哦，他直接把我弄到一个爆炸嘞。法术吗？我记得他好像没有法术哦。他有冰冻法术，哭了，完了！他是在冰冻我就要爆了。他在冰我就要爆，对不对？对，我只剩20了，各位 ，My God！ 完蛋啦！一开始在那边乱搞，完了，公主！啊！他在冰我就要没喽，各位，救命！而且我的一直没有那个欸，啊！冰冻绝杀，死定了哦！完了完了，我想一下，如果待会碰到这状况，我要怎么办？真的是刚刚就是没有抓到那个欸，没有抓到就是那个进攻点欸，因为一开始被那个公主换了那个电龙了，所以电龙这边的话，我们是真的没办法这样搞，不能这样用电龙啊，各位。好 ，nice。射烂，咻咻咻！有这样，我们算赚蛮多的。然后换他的破炮，
给他慢慢来。完了，这一次我没有那个啊，我没有成功，就是那个叠到一半就开了。但是这边让他进去了，应该还算是蛮没问题的，所以我们那边就完全可以让他自己攻破了哦。狗球啊，狗狗还没有，就是那个发威，我每次都会一直讲成狗球，就他根本就不是狗球。所以，哎，这个熔岩猎犬真的是妖了个虚伪。我记得我之前好像也有被他搞过，就是被他搞到就是完全没办法打的那种感觉，很可以耶。野蛮人 ，go go go， 又砍烂他，再加一个骷髅之王。我靠！哎，我全部被弄死了，哭啊！哒哒啦啦啦啦啦！这个亡灵的话，好像就是那个哎、欸，就是要看他就是那个死掉多少东西，然后跟他补的。哦，没关系，这边让他打，我们这边就是继续熔岩猎犬 ，go go go， 墓碑！我靠！完了！没事，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咻咻咻！睡哦！再见了，世界！哎，没有哎！哇靠！我以为再见了世界就没有，我们也太烂了吧！哦，全满了！全满之后是不是会造超多那个骷髅兵啊？好像也没有到很多啊。啊，他怎么有这么多只这个啊？那刚刚不是已经开完了吗？奇怪了。好了啦，万箭齐发，咻咻咻！哇，把数居然不够哎！哒啦啦啦啦！十八尼，狗狗出击，再一只，两只看你怎么守。拜拜，耶！熔岩猎犬没问题了，好，各位。面对现实的时候到啦，我们来看一下啊，决战，哇，来了，哇，拜托拜托，再让我赢一场，来了来了来了，各位，思考一下怎么办哦，先来骷髅之王吧，气球。阿伯是不是克烂我啊？靠杯，完了，完了，阿伯克烂我啊！白痴哦，完了，你妈妈没了，你妈妈没了，啊！白痴哦，没了啦！哭了，比我阿妈还惨。完了，哎，不是哦，阿伯，
阿伯不能这样子搞哦。阿伯的话，这样你们会怎么样去打他？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白痴哦。白痴，我真的不知道这样怎么办呢。啊！我输定了！一个阿伯直接打烂我哎！完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阿伯啊！我这几场都没有遇到阿伯的，我死定了！我真的完蛋！好像也还好哦，妈，好像没有很好。还有那个啦，白痴哦，还有那个鸡巴冰冻啊！哎呦喂啊，没了，各位完了，我被阿伯弄死啦！